们，是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华，然后我们的精力啊，去奉献给我们城市。我是吴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叫做北京坊，我也是这个北京坊的总建筑师。我是生于北京、长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师，啊，也是城市规划师。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情感呢，推动着我在建筑创作当中呢，去不断的去探索新的领域。我们以北京坊为例，这个过程累计下来历经了14年。我从2004年开始，然后参与到整个大栅栏片区的保护、整治、复兴规划当中。在真正的进入到建筑方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因为我们认为呢，城市它不是一天建成的，它也不是一个人设计的。经过深深的思索之后呢，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在开发平台的这个支持下，我们共同的创造了一个创新的模式。整个的片区呢，由我来总的负责、总领衔。同时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在北京的具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国的建筑师，来共同参与我们的设计工作。我们称之为集群设计。所以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北京坊，有一部分的建筑也承载着他们对于北京历史的理解，他们对于北京未来的诠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这个光荣。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然后因为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所以呢提出的这个提案呢，基本上是跟城市发展相关的。在这个全国两会上呢，可能我更多的呢是希望对于这个公共健康啊和其他的这个更广泛的领域呢，提出一些我的思考和建议。